这个叫商业街啊 ，Commercial Street。前面是 Kearny Street， 信义路。是金融区8AX 路公交，后背纹的什么图案？老外比较喜欢纹身啊！你看，这个是一个卖小吃的这么一个小岗亭，疫情的时候停了一段时间，现在又恢复了。这不怕冷啊，露着这个膝盖。你这个妹子一边走一边织毛衣呢，这妹子啊、哦、这眼睛不要了。织毛衣呢，这心真大啊，这老洋妹。一边走一边勾那个毛衣呢，拿两个签子在这噼里啪啦拼呢，啪啪打火呢，在那。车呼呼的，这是 Google 旗下的自动驾驶车辆。驾驶座是空的，那个 Cruise 那个自动行驶车被叫停了，一个也见不到了，是因为他有一次跟一个警车相撞了吧，因为他指认绿灯，见着绿灯就往前走，结果那天有个警车消防车呀，紧急情况拉着警笛嗡嗡走，咔撞上了，因为警车在紧急情况下是可以闯红灯的，所以说这个自动车的技术需要升级呀。谷爱凌不是以前在旧金山吗？Yeah, we can lie.
buy that address. Like, this will say whatever you want it to say. 我车子还倒车呢。这下不怕冷，穿个 T 恤衫，然后火力猛，穿一个白色的 T 恤衫。这个女的戴一个耳罩式耳机，这个双肩背放在胸前，安全一点。我是戴着墨镜，戴着口罩，亚妹，这大白天牵狗遛狗呢，亚妹，还穿上高跟鞋。这逛街穿高跟鞋真够呛啊，上行一样。Oh, kiss me, thank you.找骑自行车的，第三节，这穿着皮鞋走路多不舒服！哎，这种皮鞋真的对脚挺大的伤害。昨天一位朋友说他的脚是甲沟炎，应该是大脚拇指，他两边那个指甲长到肉里去了。我是洗完脚的时候剪指甲，洗完脚这水一泡，这个指甲就软了，很容易用指甲刀把两边那个尖给剪掉了啊。如果不洗脚不洗澡的话，直接剪它很硬啊，很干，就很难这个指甲刀那个刀刃进的那个指甲两侧那个尖尖里啊。
这边在施工，这边整稿的，整稿的。绕一下，这是卖快餐的车，印度街道，印度的咖喱餐。8AX 路。这老外这瘦高瘦高的，这样好看吗？我觉得不好看啊，像个电线杆一样，就没有曲线了，没有曲线了。这是一个 Moscow 中心，是一个 APEC 分会的这个会议中心，可能这边又在开会啊。你看这边又在开会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会议中心啊。庄家在这抽烟呢。这么多抽烟的，哇、哦！这个美女，大美女抽烟呢，大美女在这喷出一股烟来。这还有乐队这块，黑妹啊，一个很黑，一个不那么太黑。哇，这狗，这狗跟个大熊似的。这狗，哎呀，这老大狗，这狗像藏獒一样。
能骑着走的这狗。这种狗体格不好的人都可能干不这条狗，这狗很有劲儿，应该是。这叫这大型犬，不应该允许的上街，禁止上街啊！这种大型犬，这叫危害公共安全啊！危害公共安全啊 ！A very endangered the public security. Endanger， 危害啊，是吗？不知道。Endanger the public security。这人怎么走路这么缓慢呀？你俩咋的了？你俩？这是华人。啊，这是推两个娃娃，推两个娃娃。这是表面刷的涂料，仿滑涂料吗？反正做了仿滑处理了，不是那种呲溜呲溜滑的。这是亚裔啊，东亚裔的女士啊，头发花白。都是垃圾呀，行，没有人清理。这个树荫还不错，哎，啊，也楼房的阴影不算树荫啊，楼房的阴影。Turn right onto Clementina Street.